那以色列那台三角形的小布布，以色列应该也不小，头尖尖有液压的那一个，炮管粘在车头的那一个，是以色列吗？ 这里，它就在左边而已，右边。驾驶油箱。 脸上悠闲的换弹，不要生气。 瑞典的小布布。
destroyed. 这个我真的看不到。 Artillery strike in your sector.
这里有一台。胜利就是我们的了。请休息室，对地打击目标。不，看不到。然后特别有一台直升机在飞了。哎，旁边有人过去了。我靠，好像很跑过。要不高抛了吗？不抛吗？我还被飞到，我在你后面，不抛吗？还那么长。哦，这一台抛不了。